好，我们大家先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阿弥陀佛啊！看课本114页啊，这里在讲到32相什么时候满啊？那么讲到怎么样修6度啊？那么可以圆满啊？那因为啊，这个32相啊，是在6度圆满的时候。啊，修好，那么来看啊，啊，前面是讲布施，啊，啊，布施就是用啊，佛陀啊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割肉喂鹰啊这个故事来说，啊，这圆满布施。那我们要知道啊，布施6度不能齐修，你圆满你。圆满布施的时候，有时候持戒忍辱精进，有时候没办法一起，啊，那他是就是专门就啊这一个，啊布施就我要做到完全的布施啊，其实是这样。好，那持戒叫做施罗。好，我们看施罗波罗蜜云何满？那他说一个概念，不惜生命护持境界。他举本生坛里面啊，那么另外一个故事，如须陀须摩王啊，那有时候又翻作须陀树米啊，那么以结摩沙婆陀大王故啊，那么乃至舍命不犯境界。好，他说：“习有须陀须摩王，啊，那世王精进持戒，常依食语。那么这个持戒里面啊，那么它的重点放在语言啊。那语言我们知道，语言主要有4条啊，不妄语，不两舌啊，那么不绮语。”啊，不恶口啊，主要是这样。那有时候实语就包括一切，那主要是真实语。好，晨朝晨车，江珠才女，路远游戏。那这个他说啊，出城门时，有一婆罗门来请啊，就这个国王啊，那这个要去外面啊，那么这个游玩的时候啊，花园里面游玩，外面的花园啊游玩，那出城门啊，看见有一个婆罗门啊，来跟他乞食啊。那么这个婆罗门跟这个国王说啊，跟这个结摩沙婆陀国王说，国王是大福德的人啊，我现在非常贫穷啊，希望啊国王发慈悲心啊，世盖多少啊，多少给我一点啊，盖是乞丐的盖啊，就是啊，那么希望啊。那么，因为我的祈求啊，多少给我一点啊？国王就说：“好，进如来告，当相不是虚我出还啊。那么，因为你特别来跟我讲啊啊，所以我一定会给你啊。就是说，你没有跟我讲啊，那就算了。你已经跟我讨了，跟我要了。”我一定会给你啊，不过我现在有事要出去啊，
你等我回来啊，等我回来啊，我要出去回来了啊，那么我一定会给你。好，那么这个话说完之后啊，就出城了。出城进去啊，花园里面啊，他这个公园花园里面，早浴嬉戏啊，就里面游玩，时有两次王啊，这个是飞行罗刹啊，两次有两个翅膀的啊。那明月入竹，空中飞来，与才女中捉王将去啊。那因为这个国王啊，跟很多宫女在这个花园里面啊，戏水游戏啊。那一个飞行罗刹啊，那么飞过来啊，抓住国王啊，那么就要飞走啊。他说：“就好像金翅鸟啊，金翅鸟王海中取龙啊，这龙王啊，海里面有龙。那金翅鸟有一点像老鹰啊，龙有一点像蛇啊，类似像这样啊。那抓了啊，就要走。诸女啼哭啊，这些宫女啊，看到国王啊，被一个飞行罗刹啊，那么抓走了啊。罗刹是吃人的啊，那抓走了。”号动一圆啊，就整个花园里面啊，号就是哭嚎，嚎啊，痛就是那么哭得很伤心啊，很大声啊，心很悲哀啊，就是心啊哭得很悲哀，那、啊、哭得很大声，那么整个花园啊都听得到，就这些宫女非常的多啊，都放声大哭啊，那么非常害怕，放声大哭，京城内外。骚扰悲惶啊，那因为声音太大了啊，那么整个啊声音传到啊这个城外啊，那么因为他离城外不远的花园嘛，那花园这个是国王的花园，那么里面啊有悲嚎啊，那么凄厉的声音传出来，所以啊他说这个悲惶啊扰动。啊，骚扰啊，那么这样的状况啊，那么惊动了啊，这个花园外面的这一些人，那花园外面的人要赶紧啊，跟城里面的人说啊，所以啊，入竹赴王啊，腾跃虚空，自所止住，至99诸王中。那这个抓了99个国王啊，不止他一个啊，还有啊，这个是第100个了啊，那前面啊已经有99个了啊。那这个典故里面，他是讲到央觉这个两次王啊，就是央觉摩罗的前身那没有这个前面这个结摩沙婆陀大王啊，那这个是央觉摩罗的这可能就是啊讲到央觉摩罗的故事了啊。那前面讲的《咸鱼经》里面讲的有一些我们觉得很离谱啊，他说这个波摩罗达王啊，就是这个结摩沙婆陀王啊，那么跟啊不是这个是另外一个波罗摩达王啊。跟这个母狮啊，那么交配，那生下一个小孩，啊，母狮生下这个小孩，就是后来这个结摩沙婆陀王啊，类似像就是有这样的故事了。那后来他好像就是这个因为受到这个国王的宠爱啊，后来就是要啊，就认为所有的人。因为专门吃人嘛，所以就，就是专门这个受到这个，他基本上是讲，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故事好了。他说这个国王跟母狮，我本来说要概略说一下啊，我们把它稍微讲一下好了。这个母狮啊，那么把这个小孩生下来之后啊，就把它咬过来给这个婆罗摩达王，那么这个婆罗摩达王
后来死掉了啊，这个小孩就继承王位啊，那生了两啊，娶了两个太太啊，一个叫做刹帝利，一个叫做啊，是两个就是继承王位，然后娶了两个太太，一个是刹帝利，一个是婆罗门种姓的啊。然后他就出城去游玩，游玩就跟这个两个太太说：“你们谁先到，以后谁就做皇后。”类似像这样啊。然后这两个夫人啊，随后至，就是后来就一起到啊，就是他们就是他先出去，那看谁先到啊，那么就以谁啊就宠爱啊，类似说做皇后，那没有的就打入冷宫啊，类似像这样。那这个婆罗门的这个夫人本来是先到的，本来是先到的，但是因为看见啊这个天神啊，外面有那个天神的那个庙，但因为他是婆罗门，所以他比较尊敬这个天神，他就还没要到，还没进去之前，先礼敬这个天神，然后才进去。结果啊，他在礼敬天神的时候，就被那个另外一个夫人先到了啊，所以这个婆罗门种啊，心里面就想，我就是因为礼敬天神的缘故，所以我后来就被打入冷宫，所以他就很生气，就来把这个天神的庙打破掉啊。那么天神啊，就化作是国王供养的仙人啊，那么吃肉。那么这个仙人也因为这样迁入国王嘛，所以他就化作国王供养，化作一个仙人，然后来受国王供养。那跟国王讲要吃肉啊。那么这个仙人啊，那这个让国王啊，就是他让国王十二年中啊，那么都只能吃人肉了啊。那么所以后来啊，这个国王啊就变成飞行罗刹，就专门吃人啊，就变成有这样的一个啊，所以后来也被飞行罗刹吃掉啊。那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啊，那已经抓了999个人了啊，而且吃国王啊，99个国王啊，大概前面有这样三个一个故事了啊，你们有兴趣你们再去稍微再看一下。啊，就是我们大概知道他是这个故事到底是从哪里来的。好，那他后来啊，他说这个须陀须摩王涕零如雨啊，那么入足王语言啊，因为这个国王啊，这个国王后来被抓去了啊，被抓去放在啊这个被吃的这个99个国王里面啊，那么他被抓去的时候哭得很伤心。这个鹿足王啊，那鹿足王就是这个怎么前面这个结摩沙婆陀啊，这个鹿足王就跟他讲啊，他说大刹利王啊，那因为他是国王都是刹利种的嘛，贵族武术国王啊，贵族武士国王这个都是刹利种的，大刹利种啊，就刹利里面的大王啊，你也表现得像个大人一样啊，那么哭得像小孩子一样，啊，人啊，出生就会有死，何会有离啊？这无常的啊，你也不要因为要死了啊，那么哭得这么伤心。这个须陀须摩王啊，就说：“我不是怕死，啊，我是怕我没有信用，啊。”他说：“我从生以来初不忘语啊，我从出生以来啊，那么我不忘语。”今日晨朝出门时，有一婆罗门来从我请。他想起他要出门的时候，有答应这个婆罗门，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布施给你。结果他回不去了啊，怎么办？啊，那所以他心里面一直挂着这件事，因为一个人哦，如果从小他就遵守这个，他就很在意这个东西。啊，所以像我认识有一个居士，他也这样，他从不许诺别人明天以后的事啊，因为他明天他会说，明天我万一发生什么事，我万一发生什么事，我不能啊完成我的许诺，那我会挂碍很久啊，所以
啊，你说明天我答应要给你什么什么什么，我都不答应这个。我听了也很奇怪啊，很少人会这么想的啊。但是那个就是他的习惯啊，我答应我明天要给你什么啊。那如果他答应了，他会后面附加一个但，但是如果我明天万一有什么事不行，那你要知道，那这个许诺就不存在了。他会先这样讲啊。那因为我很少听到人家会这样说，后来我听到这样说，我就觉得很奇怪啊。一般我们说啊，明天啊，明天我们吃个饭，好啊，那也没有什么问题啊。他说，但是我已经答应你了，就是他很在意这件事。那但是明天我们吃个饭，但是如果万一明天有什么事，那这个许诺就取消了。好，好，好啊，类似像这样啊，我明天要给你什么啊？但是啊，那么。你如果啊，就是我如果因为什么事啊不能给你了，那这个就取消，啊，那有些他答应说啊，我这个东西要给你，你等一下来拿。结果那个人没来拿，他就很挂碍，一直很挂碍。你如果不能来拿，那这件事情就取消了，不然我会一直挂碍着，我没有遵守承诺。那像这样，其实他是有一种，应该是过去生的习惯性，因为我们都不会这么想啊，没有就算了啊。啊，也没有，没有，又不是我不遵守承诺，或是我没有办法遵守承诺啊。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，又不是我故意的。我们心里面不会挂呀，因为不是我故意的，我就死了啊，或是我就受伤，我生病了，我没有办法去遵守这个承诺。这个不是我故意违背誓言。那像这个国王，他也不是故意违背誓言，他就被抓走了，命都没有了，他怎么回来布施给他？所以我们心里面会想。那个人如果知道了，他也不会怪我，对不对？我就没办法了。但是那个遵守承诺的人，一个遵守承诺的人，他心里面只会想我没有遵守到承诺啊，所以我心里面就会想说，哎，他怎么这件事情都要担心哈？你未免担心太多了啊。但是不是人家那个是好习惯啊，是从来不太讲妄语，讲妄语他会很难过啊，那不得已讲妄语他也会很难过。就是我们说方便妄语，类似像这样的啊，所以你看这个国王也是这样啊，就陈时雨。那陈时雨他说他想他哭得很伤心，那哭伤心他不是怕死啊，他不怕死，他就是怕没有信用啊，所以像这样的观念其实是还蛮少的啊。他说我从出生以来就不妄语。啊，那么但是这个其实好习惯也会改变的，啊，你会因为环境人，那慢慢改变，真的，啊，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从不打妄语的，后来渐渐就会了，啊，因为以前不敢讲假话，不敢讲骗话，那个我记得我小时候是这样的，啊，那么人家说什么，我们知道什么就是这样，应该很多小孩也都这样了，一直到好像国小之后。啊，我们开始在那种环境里面，觉得有时候要打妄语才会保护自己，哈，慢慢真的慢慢就会打妄语了，啊，不过像恶口就一直没有，一直很少有恶口啊。那么就是说不会像我们小时候做造物镜都是，啊，就是你像台南哦，南部啊，我们住台南，屏东不应该像也是的，啊，乡下人哦，那个出口都是问候人家父母的三字经，都是这样。每一个人都这样，我们家周遭的那些叔叔伯伯、堂兄弟，很多都这样。那么你习惯了，你基本上你也都会讲，但是我从不讲。啊，就是有些会，有些不会，但是大部分人都会。但是我看了，啊，我们周遭的60-70%基本上都会。啊，就习惯，尤其是男生，有些女生也会，但是大部分男生都有讲。啊，他们就是问候语而已，但是就是恶口。他也不是真的有那个心，但是他就是习惯的问候语，啊，但是我们就从来不讲，啊，养成习惯了，你讲不出来。妄语也是这样，恶口是这样，妄语也是这样，啊，但是妄语后来我们也常常讲，啊，就是我们会觉得啊，这个方便嘛，啊，这个怎样怎样，但是保护自己、保护别人、保护家人，有时候会打妄语，但是真诚实语的人哦，他不打，他就不讲。啊，那这个其实我后来发现到，单单你要诚实与三思，
那个华严宗的初祖杜顺和尚啊，三世都不偷盗啊，你要一个方一个德行要维持三世，那个是很不简单的。我觉得要维持三年，那三年、十年、三十年分三个层次，你要能够持续三十年，你就有力量，真的，你就有力量啊。那你要维持三世，那力量就更长了啊，就更大。那你讲出来的话会有力量啊，那因为你的心力透过你的语言形成一种愿力啊，那这个其实是很不容易的。那这个国王哦，从出生以来都不忘你，你不要小看这种，就是他有记忆以来他都不忘你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？不可能的，不要说出生，这很早，就是你有记忆以来啊，那么不要说到现在啊，就是你这一天都不忘你啊。那有时候是因缘和合，因为你都没见到人嘛啊。那如果你在一个月里面都不忘你，你就厉害了。一个月里面哦，一个月里面，不管什么条件，就是会丧失。我们就说，一个就是啊，身心会受到危害的时候，利益会受到危害的时候，啊，就是两关嘛，就性命交关跟利益攸关嘛。那你都不忘你，那这个厉害，啊，这个真的厉害。这个你如果你有这一种德行，啊，那么你讲出来的话会非常有力量，能够直透人心，真的。他你看他讲话也没有什么，我们讲的话跟他讲的话一样，但是他讲的话就可以触动人心啊，因为他那个是真实语、诚谛语啊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说，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异语者、不狂语者啊。初级大圣把它叫做诚谛谛语、谛实语啊。那这种后来慢慢转化成所谓的咒怨，慢慢转化成咒怨，后来变成咒语啊，这个是慢慢转化的啦。那就变成咒语有力量，其实不是啊，所以常常会说这个是从佛内心流露出，不是，那个是德恨，那个是内心对这一种德恨的坚持，它产生一种誓愿力啊，其实是这样。好，那你看啊，这个他说我从生以来出不忘语，今日晨朝出门时，有一婆罗门来从我起。我实许言啊，我那个时候许诺他，我回去的时候一定会布施给你。没有想到啊，我以为可以回得去啊，不会想到回不去嘛，他又是国王啊，那没有人敢动他嘛。然后你知道那个飞行罗刹啊，比他还厉害，抓走了。不虑无常，辜负彼心，自招其罪，是故提厄。所以我在哭。我哭不是因为我要死了，我要丧失我所有的金银财宝，我的性命啊，我的国土啊，不是，我是因为丧失我的诚信。哇，这个厉害，这个我们看到说，哎，这个我们因为我们看到一个故事或一个境界啊，我们养成习惯，看到一个境界，我们就要想这个境界它是什么，为什么？啊，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境界会想到什么？其实养成这个习惯，你就有修行的好习惯，因为它基本上是这样啊。修行它的重点，其实就是所缘就两个而已，所缘就两个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我所。那我你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内观五蕴无常缘起，我所就是。你在平常的时候，你观察一切境界，那么一切境界的相表象，从表象看到它的缘起，根尘是和合深处，啊，那么触俱生受想识，那个是我们看到这个相所缘所起的心相，就是有外相叫做境相，叫做尘相，六尘相，那么由六根看到六尘，那么有所谓的六识起分别，而有这个心相。那从心相里面不外乎贪嗔痴，心相里面不外乎贪嗔痴，痴就是你没有觉察。那么你现在觉察了，你看到心相里面是贪还是嗔？那为什么起贪？为什么起嗔？为什么没有贪？为什么没有嗔？其实佛法不外乎这样，真的
啊，他的修行不外乎就是从外往内，从内往外，啊，那你的所缘，因为你每天睁开眼睛，或是你打坐闭着眼睛，或是微闭，你用心在看，或是你用眼耳鼻舌身在看，在感知这个世界，那么你一定会有一个心相，一定会有一个心相。哎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修行其实就是这样而已，真的。那其他的这一些都是告诉你，有，也许是从最外层进入，也许是从最内层往外啊，那其实都是这样而已。那么你养成习惯，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故事，比如说我们在看大智度论，那么大智度论也是一种知识，它里面包含了种种种种的境界，种种种种的道理，非常的多啊，就佛教的百科全书嘛啊。那么这一些境界里面，它一定包含种种的道理，这一些道理又引发你内在的种种境界。那这一些种种，这一些我们的业，因为业是由心造作来的，有意识的造作，故作业嘛，就是施以业嘛，就是你已经明白了解然后造作的业，它就有影响力，那么它不断影响，不断影响我们这个身心，那么就形成假设你都是跟有漏业相应的，那么就形成生死，你跟无漏业相应的，你就趋向解脱。所以当你在看一个故事，看一个境界的时候，甚至看你自己的时候，你都必须要反思反观，那么反省啊。比如说我们看到很简单，我们看到这个国王因为被抓走哭，哭是因为他没有办法遵守承诺，那么没有办法信守承诺，他非常的伤心，他不怕死，他就是怕失承诺。那我们就要想，那这种德恨，因为他这里在讲三十二相什么时候满，六波罗蜜满的时候，那你要行六度四摄，当然我们一下子没有办法做到这样，但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，因为你最终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，菩萨到十地，第一地就是什么布施波罗蜜满，第二地是持戒波罗蜜满嘛，啊，那到第七地以上，啊，那么他才怎么样？才证无生法忍嘛。好，那么你在这一部分，你在这一部分，我们就要想，那我们他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他是一个境嘛，一个事情、一个人、一个现象、一个东西，它里面之所以这样，之所以那样，变成这样，变成那样，那么它都有它的理。那我们从这个境界里面体会到什么？啊，举个例来讲，这个很重要哦。你修行，你就是要从你所见、眼耳鼻舌身意所对的色声香味触里面，你去体会它的道理。从它的表象看到它的实相，从它的假象看到它的真相，啊，从它的外面看到它的里面，啊，那么你就是要了解，你要知道，释迦佛就是因为这样，他才能够有一天。因为他长时间这样想，啊，那么他才有一天坐在菩提树下看到流星，他就见缘起，因为他时时在分析流星只是所有现象里面，流星只是所有现象里面的一个现象。他那个时候即使没有流星，他就算看见月亮挂在上面，星星在上面闪耀，他都可以见缘起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一切都是缘起的，缘起从哪里看？从无常看。流星是无常的，月亮在上面没有变化，一直挂在那里，其实它也是无常的，它运作。那只是流星是很明显的无常，但是你能够从流星看到无常，从无常看到缘起，从缘起证到无我，它不是那一下子平常都没在想，忽然间流星过去它就会想，没有。虚云牢上茶杯摔破了，可以开悟。那么，并不是那个茶杯让他开悟，而是他平常就在思维这一切境界的无常相。在茶杯摔破那一种很无常的相显现的时候，明显的无常相。那么，
这个坐姿也是无常相啊，但是它不那么明显，它要很细的观察才知道啊，它不断变化，而且经过十年，这个锅子，这个桌子就慢慢坏掉了啊。乃见这间寺院啊，300年后啊，它就斑驳了啊，就坏了。那烈士像要很久才看到，但是有一些无常相是很明显的，但是你能够从这个很明显的无常相体会到它的无常，必须在你一般没有明显的无常相里面，你不断去观它的无常，其实是必须要这样的。所以当你天天在想，天天在想，有一天忽然看见一个镜，你也会往那边想，你也会往那边想。所以杂阿含教我们一个方法，六根对六尘的时候，你看到的一切人事物的境界，你都一定要知道它是什么无常有为心缘生啊，那么一定还要跟心有关联，那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。啊，或是心因缘生啊，七字真言啊，那现在啊，举例来讲，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故事，那它有几层啊？第一个就是说，那我们现在要修行，那它就是我们一个学习的对象。啊，那他是从出生以来到现在都不忘。那我们想一想啊，所以我看到我也会想啊，我就记得我小时候，我到一直到国小不知道几年级，我也没打过妄语，真的，我从没打过妄语。后来渐渐就学会妄语了，那恶口就很少，几乎没有过。啊，那么，但是这种就是他为什么能做得到？他为什么能做得到？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啊，所以那我们就要开始想，那我们怎么样才做得到？那为什么要做到？不做到会怎么样呢？就好像啊，舍利弗跟西方比丘说啊，那么要离五欲，那为什么有人要问那为什么要离五欲？不离五欲会怎么样吗？离了五欲会怎么样吗？啊，那你要知道，有贪之有贪，有嗔之有嗔。就是你要如实见现在的相，那么你要如实的知，很简单，你从境界里面你要如实知你现在的状态，因为你是要修行的嘛，你要如实知你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，如何提升，你要从哪里提升，你现在是在什么状态，你现在是在什么状态，那你必须要从哪一方面努力，你才可以渐渐提升，把不好的状态变好，把好的状态变得更好，啊，孔子讲的止于至善，啊，那么这个佛教讲的究竟涅槃，啊，到达究竟无上圆满，好，那么这个是其实是修行上我们一直要做的，那因为太多了，所以你必须一开始先抓一个主要的目标，其他是次要的。就好像你很多科你都要读，你不可能每科都读第一，所以有一科是你主要的啊，比如说音乐系的就以音乐为主要，音乐里面有中乐，有中国的，有西洋的，那你中国的里面有管乐有弦乐啊，看你要有管乐还是弦乐，弦乐里面啊又有古筝又有琵琶又有二胡，看你要主攻哪一个，那么一样，所以六度不能齐修啊，六度不能齐修。所以像现在它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它不是在一生中完成的哦，不是哦，它是在很多生。你看初地、二地、三地啊，功夫都那么高，它也不能六度齐修啊。但是你必须有一个是你坚持要圆满的，那这个圆满了，下一辈子你就不用再，比如说你这一辈子布施圆满了，你下一辈子那个习惯你就一定会这样做。那么你在修持戒圆满，但是它是圆满，不是不做，它是偏重，不是偏废哦，不是我修持戒我就不修布施，我修布施我就不修忍辱，不是哦，多修，但是有一个是要让它圆满的，有一个是要圆满的啊，其实就是你要坚持的啦，你坚持要做这件事，那其他的啊，那么你做有因缘的时候就做。啊，就是这个是你我们从这些故事里面
那么教导我们第一个怎么修行，那这个是我们读书获得的利益啊，就是知识最重要的是启发，告诉我们路在哪里，很明白的指出我们的一条路。好像你观察这个世界，我们说你常常要观察这个世界，他明白的告诉你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缘起无常无我，啊，见缘起即见法，见法即见佛。那么你怎么见缘起的？其实一切都是缘起的啊，一切的人事物都是缘所生法，都是缘起理则而出现的，有因有缘世间即产生的缘所生法。所以你只要仔细观察，你只要仔细观察，你都可以从现象界里面去看到缘起。那么你天天这样想，天天这样想，哪一天心专注啊，稍微有个味道地定，或是稍微一个专注，你就能够见到缘起，见到真真实实、深刻的见地，见到缘起。那么这个必须是从你平常就在观察，就在观察，啊，就不断的在观察。那么就是你当你的心在无欲上的时候，在一切人事物纷纷扰扰的世间执着在那里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观察嘛。所以你要停止，所以要离有欲弃无盖嘛。你要停止对这个世间的染着追逐，追逐世间的五欲境界，以及追逐这世间纷纷扰扰的啊是是非非。那你的心就专注。其实一切世间的纷纷扰扰、是是非非，都是缘起相，都是缘起相。只是一般我们在这样的纷扰中，不容易会受它牵动，会受它影响。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在很强大的水流里面，他也知道要赶快离开这个漩涡，但是他没有力量，久了就随着漩涡转到他头晕脑向，他根本也没有力量游出这个漩涡，就随着漩涡转，啊，那所以他必须要一开始要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先观察，养成这种力量，啊，就好像你要在游泳池里面先训练会游泳，啊，你没有你就去大海里面，波浪那么大，你去那里训练，很快就被海浪淹走，所以才叫你要止观。其实修行是这样的，所以你要。独一静处，专精思维，不放逸住啊！就是你要在一个地方安静的观缘起，观无常，观色如聚墨，受如水泡，想如阳焰，行如芭蕉，事如幻化，观根尘是何而生处，处具生受想思啊！那因为省力决定动发而有爱取有啊！那思一念，然后有爱取有，有生老死病苦轮回啊！那么你必须要一个境界没那么强的地方去观察，但是这个是静中修，那么你必须在离开了这个安静安定的环境中，你在很纷扰的世间里面，你那个安定的心还保持着，那么冷静理性的看待这个纷纷扰扰的世间，如你的意不如你的意，人如你的意不如你的意，团体如你的意不如你的意，啊，那你又如别人的意不如别人的意，如这个团体的意不如这个团体的意，那么你都这样静下心来看，那么看到你会看到你的心，你会看到你的心随着这个世间的贪嗔痴，就是你的根尘是不断随着这个世间的生住灭，你好好想哦，你的根尘是。心产生的心处嘛，六处，那么随着这个世间的生住灭，这个人这样又变那样，这件事这样又变那样，啊，也许如你所愿，也许不如你所愿，那么它不断的在变化，那么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这种变化里面，那么心随着这个变化起贪起嗔起痴，就贪嗔痴不断的循环轮回。真正轮回的是贪嗔痴在轮回，啊，那么所以因为你不断的在这样循环，所以你一直之后你就受苦。那现在我们知道它是这样的，所以你先定下来，那么好像局外人一样的在看着这个世间的运转，那么你会发现到其实这个世间
都是因缘生的，都是缘起的，无自性的，那么没有什么可以执取的。那一开始只是概念哦，一开始只是概念，因为是你勉强想出来的，但渐渐越来越深入，你就内心自然而然的，那不是一种概念，那不是一种概念，那就是内心真正的想法，它就是这样。所以当它在变化的时候，你已经开始不会随着变化了，就有一点点六入处常对，不太能扰动到你的心，而不是完全不能动，是它会动，但动得不厉害了。那渐渐你每天一样的事，有大部分有很多事一样的事，在一样的事里面，你有喜欢，你有不喜欢；一样的人里面，你有喜欢，有不喜欢。那么，但是喜欢的人开始变得不喜欢，不喜欢的人也开始变得喜欢。那有可能不喜欢的人越来越不喜欢，喜欢的人越来越喜欢，喜欢的事。啊，那么很快就消失，不喜欢的事长长久久都不会消失，啊，或是喜欢的事一直来，啊，那不喜欢的事也一直来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生命所遇到的，但是你要养成，就是说像我们读这个经典一样，啊，你要养成一个习惯，看见你从字面上看见一个故事，那这个故事里面。你看到了什么？你从这个是文字啊，语言也一样。你从这些话里面，你听到了什么？那么这些话触动了你什么？那么你在你心里面升起了什么？那个是心相啊，那个就是业相啊。那你要了解，你一定要习惯看这个东西。我告诉你，你就是这样观，你二六十中，你都在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那么你看了之后，有贪知有贪，有嗔知有嗔，你开始知道贪嗔是要怎么样，是要远离的，它有过患，所以就变成所谓的未患离。那要怎么离呢？要怎么离啊？佛法离过患，它不外乎就是五根五力七觉之八正道，四念处四正前四如意足，不外三七道品。那么你开始就又看你是哪些过患，要怎么离啊，那么你观如病如庸如刺如沙，看你是见烦恼爱烦恼。好，那么你心里面你就知道，因为你先学了这个东西嘛，那么你知道我要用现在要用什么方法。比如说我现在天气冷，我就知道我要去拿衣服来穿；我肚子饿，我就是知道我要去找东西来吃啊。那么一样，那我头痛啊，我现在没办法，我现在用热毛巾或是吃一个普拿疼啊，那么或阿司匹林。好，那么你已经知道了，那么一样，当你有贪的时候，有嗔的时候，你开始观知道啊，四念处四正前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八，你是依哪一个法来对治它？未患离嘛，要离必须要有方法。那所以你就变成你在这个，你虽然在这个娑婆世界哦，但是你看到的，从一切境界里面，你就是观缘起，就是观无常。那么其实。他就是念二六十中念佛念法念僧，因为你无时无刻不在面对境界，即使在做梦的时候，你都可以这样观。那养成习惯了，一般做梦还做不了主，但是你在日常生活养成习惯了，即使在做梦里面，你都会习惯性的观。现在这个是梦吗？现在这个是梦，梦是虚幻不实的，你会知道。那如果你不知道，你在这个境界里面，你要起贪了，你要马上讲，我不可以起贪。我是吃素的，我不可以吃肉啊，类似像这样，你开始会有这样的心相出现，那有问题了，你开始烦恼了，你知道了，你起贪了，你没有办法预防，那么你起贪了，你开始控制之后，你开始要对治，控制之后要对治啊，第一个就是觉察嘛，你要知道我有烦恼，你要知道我在这个境界迷失了，你要知道我心随着它转了。那么开始怎么样？开始控制这个烦恼，不让它延伸扩大。控制之后，就要找方法调伏。找方法调伏，不外乎三七道品。所以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五根五力七觉之八正道。这个其实就是《阿弥陀经》跟我们说的：你二六十中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
水声、风声、鸟声、风铃声，一切的声音都是五根、五力、七觉之八正道。那个声音其实你看是外境来的，其实是从心生出来的。你透过这个外境，那么生出那样的心，它可以是鸟声、风声、水声、风铃声啊。那么，所以他又说，空中都是做什么声音？无常、苦空、无我之音。那其实它不在另外一个世界，它就在当你的心跟法相应的时候，那么你看待这个世界，它就是这样啊。你因为你的心一直在这个法上，所以你跟法相应，跟法相应就跟佛相应，就跟神相应，那个就叫做二六十中念佛、念法、念神。那当你二六十中念佛、念法、念神的时候，你一定是觉察烦恼的，有贪之有贪，有嗔之有嗔，无贪之无贪，无嗔之无嗔。当你要控制贪、调伏贪、调伏嗔的时候，那一定是五根、五力、七觉之八正道。所以你就是你所鸟声、风声、水声，都是五根、五力、七觉之八正道。对你来说，一切的声音不外乎就是，是一切的声音都是内心的声音。因为你内心如果不闻不问，一切的声音也没有用，都是你内在的声音。内在的声音教你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之八正道。那当你能够这样的做的时候，你就是莲花化身，出污泥而不染嘛。因为你在这个贪嗔痴充满的世界，不起贪嗔痴，可以控制贪嗔痴，可以调伏贪嗔痴，你就是莲花化身，你的世界就是极乐世界，相近于涅槃的世界。因为没有烦恼叫做涅槃嘛，涅槃是极乐嘛，其实是这样子的啊。那你好好去想这个，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只要眼睛一睁开，开始要做很多事啊，那么开始就会有很多的人事物。那么经典里面说的就是所谓的可爱不可爱，可意不可意，可念不可念，一切境界就分好跟不好而已。那当然还可以分或好或不好啊，就是也没有什么好不好了啊。那么但是不管是可爱可意可念，不可爱不可意不可念，你是欢喜赞叹染着，还是厌弃厌恶嫌弃鄙薄啊，这阿含经说的哦。那么你都要知道，那么知道了之后，你要知道不管你是欢喜赞叹染着，这个是贪爱，厌恶嫌弃鄙薄，这个是嗔恨。你要知道我现在起烦恼了，有贪，我知道我现在有贪，有嗔，我先知道我现在有嗔，就两大类嘛。那你不知道就是愚痴，可是现在你知道了，你知道有贪，你要思维贪的过患，有嗔，你要思维嗔的过患。思维过患之后，你为什么会起贪？不外乎是跟尘世，那么你跟无明相应啊。那现在知道了，所以你要怎么样防范它？不外乎是五根、五力、七觉之八正道，不外乎是这个啊。所以你了解了，其实修行就变得没那么困难。那像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，我们看到这个国王从出生以来不妄语，我们就要想，那么我们呢？啊，像释迦，你看这个很重要，就是要由外往内。释迦牟尼佛他的出离心，他的菩提心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这一生啊，过去生燃灯佛时代、迦叶佛时代就不讲了啊，就这一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从他看见老病死开始，他会想这是什么现象？哦，这叫做老，哎，他没看过。那我们也要知道，那我们现在面前这是什么现象？这是什么境界？那这个不重要，是我面对这个现象、面对这个境界的时候，我起什么心？我用什么想，我做什么事，重点是这里啊。如果这些境界根本你不闻不问，那境界就不算是境界。问题是你在这个境界里面，你起什么心，做什么想，有什么感受，那你会造什么业？它不会受想思吗？受想思之后是什么？爱取有嘛。爱取有之后是什么？老病死嘛。那你要看这是什么相，那我会不会这样？他想我会不会老？什么是老？你看哦，释迦佛的出离心，他的觉悟之路，他的觉悟之路在什么时候开始？
看见老的时候，他先想，因为他没看过，这个是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会不会有？我是不是也这样？那我会，那我要怎么办？你看，他就是这个理路啊。那我们也要这样啊，我们学要学的彻底一点，从他怎么看待事情，怎么面对境界，怎么处理事情，怎么调伏烦恼，从这里修。你不是学他，你不是学他这个坐在菩提树下那么看流星，不是啊，你这样是没有办法觉悟的啊。他的觉悟是他从怎么看待事情，怎么解决问题，怎么调伏烦恼，你从这里开始学起。那么坚持，你看他坚持了多久，一心没有放弃过，坚持坚持到有一天坐在菩提树下，因缘成熟，他觉悟啊，其实是这样啊。我们先下课。
好，我们继续看啊。那么说到啊，这个国王啊，那么被抓去了啊，被这个鹿主王抓去，那么在哭，那么他跟这个鹿主王说啊，那就是这个罗刹王鹿主王说。那你我哭不是因为我怕死，是因为我违背承诺啊，因为我要来之前啊承诺了一个婆罗门，我回去的时候要布施给他，现在我回不去了，那么我从出生以来没有违背过承诺啊，所以这个让我啊那么很挂碍。那这个啊，那鹿主王就跟他讲啊，你的心意啊这样好，那么害怕啊打妄语，就是害怕违背承诺啊，没有信，没有信，没有承诺啊，没有这个就是没有信诺啊，就是不诚实啊，为此妄语啊，就害怕啊。那么你在这一生有这样一个妄语的污点，天奴还去七日，布施婆罗门七，便来还啊。那么好，那就让你回去七天啊。那啊布施给婆罗门完了之后，你就回来受死啊。如果过七天还没看到你回来，那么我会再去把你抓回来啊，这个是不是困难的事？好，这个须陀王啊，那么就这样可以回到啊他的国家啊，自意布施啊，他啊就是随他的意而来布施。啊，他可能不只是布施婆罗门，还布施其他的啊，就是他答应那个人啊，但至少他没有违背他的承诺，他信守他的承诺啊，然后赶快立太子为王，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是国王，他要先赶快立一个王位，把他的一些后事处理好啊，立太子为王，大会人民忏谢之言，大会人民就是把人民聚会在一起，然后公告周告。啊，就开一个大会了啊，其实就是啊，那么赶快啊，办完了之后赶快啊，让人民集会啊，那么大聚会就集会，然后告诉人民啊，那么就是说他要回去受死了啊，这样你看他还忏谢之言啊，就是啊忏悔感谢啊，那么我智不周物啊，这国王实在是仁慈啊，我的智慧。啊，那么不圆满，不周遍，那么一切啊的事物，就是说我治理国家没有到治理到每一个百姓都幸福快乐，就是说我的能力啊，智慧能力还没有到圆满，所以啊，如果有一些啊，那么没有办法符合你们期望的，那么希望啊，那你们要原谅我。啊，那佛陀在我们看那个律典里面，佛陀在结魔的时候他也出来忏悔，如果我的身口意有不清净的，那希望各位、啊、那么原谅啊，见恕啊。所以像因为结魔他基本上就因为你自己没有犯，但是有可能你犯了不知道，所以要举罪，也有些人来说啊，你有什么什么有什么啊？那有一些微小的，就自己啊，要跟大家说啊。假设啊，我有哪些做的不好的？那是我的智慧及我的能力还没有完备，还没有完整，所以还没有能力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。那么有做不好的，希望大家见谅。那你看，它都是向内的。那我们基本上都是觉得自己做得很好。那么你。谁做不好？做不好？做不好？啊！你哪里不好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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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那你看，真正的修行是，我有哪里做不好的，那么我会改进，
那我之所以不符合你的期望啊，那么第一个是我的能力还没到那里啊，我的智慧我的能力都还没到那里，那么我正在学习当中，希望你们见谅啊。那么因为这样，我也知道我有一些想做到也做不到，那将心比心，我也知道你也可能想做到也做不到啊，就像原谅你一样啊，原谅，就像我自己也知道，那么我会努力，我也希望啊，就是我们也就是能够见谅一切的人啊，知道啊，那么你之所以做不好啊，那么也有时候你不知道，因为无知不知道，因为无力想做而做不到，因为无奈虽然想要做，但很多种因缘障碍让你不能做，通常就这三种嘛。第一个是无知嘛，无知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是错的，所以我一直做错，还以为是对啊。那这种是因为没有智慧啊，那没有智慧你也很难一下子让他变得有智慧啊，所以你一直要他做好，先让他有智慧，他才知道要做好。可是你怎么让他有智慧呢？啊，这个就是你要努力的。那如果没有，那你只能在心中默默的祝愿他，你也不用怪罪他，因为他就是一个没有智慧，就像小孩子，小孩子关智慧就没有发展到那里啊，所以他有一些能吃，有一些不能吃，他不知道，拿着就往嘴里吃，你跟他讲很多次，他也不是完全明白，那体力就还没发展完成，有一些东西他就是拿不起来，茶杯拿着就是会摔破，走路就是不稳，那你叫他以后不能再把茶杯摔破了，你要等他有体力的时候他才有办法做到啊。好，那你看也是这样，所以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是这样，但是别人不了解，别人不了解，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心，我现在的能力还做不到，那希望你们能够见谅。那这种心也发在别人身上，我们也谅解包容一切能力还不足的人啊，那其实是这样子的，所以有慈悲心的要多担待包容那一些比较没有慈悲心的，有智慧的人要引导那一些比较没有智慧的人，有能力的人要帮助那一些比较没有能力的人，你帮助不了啊，一个行菩萨道的人他要想着怎么增强自己的能力，好让自己有能力去帮助这一些比较没能力的人，那么渐渐做到在婆罗门婆罗门中尊，在刹帝利刹帝利尊 中尊，在长者长者中尊啊，那么你进到啊那一些赌博的地方，你就可以劝导那些赌博的人，你见到那一些贪欲的众生，你就可以劝导那些贪欲众生的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有力量，那么你有方法，你跟他们有善缘，所以你能引导他啊，让他们种善根，没有善根的可以种善根，有善根的可以成熟善根，善根成已经成熟的，他才能够如你的愿说改变就改变，可以得度，其实是这样子的。那这一条路非常长，那么你要极有耐心，而且要极有恒心啊，那所以你要自己，你自己先自己的菩提心不退，大悲心不退，然后你不断观察这个世间都是因缘生的，因缘是没自信的，所以他没有决定会怎么样，不决定会怎么样，那么这个人他本身的因缘，然后你给他的因缘有因有缘，那么他才形成，他会不会转变，转变成什么状态，那么 这其实是修行一条很长远的路，但其实菩萨道就是这么做啊，那你自己要先知道方向在哪里，原理是什么，次第在哪里，方法是什么啊，要先真的要先知道这个东西啊，那你就知道其实修行就是这么一回事，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因，如是果，如是缘起啊，如是无自性，基本上是这样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啊，所以他，你看，你看这个国王马上啊出来跟大家说，我的智慧啊没有办法圆满周遍啊一切的事物啊，那因为没有办法圆满周遍，所以可能这个事情做得好，这个事情做不好，
那个人啊，他知道这个人，他知道这个病可以医，那个病不能医啊。我们也是这样啊。那即使是佛智慧圆满，也不是可以度一切众生，没有，还要看众生的善根有没有成熟，你跟他有没有善缘。虽然你具足智慧慈悲，你也想度他，你也有你也有那个心要度他，可是他跟你没有缘，他本身没有善根，你再大的善巧方便，你都度不了他。所以这个时候只能怎么样？跟他先结善缘，那么等待未来有得度因缘，先跟他结善缘，那么再跟他让他种下善根。如果他已经有善根成熟，但是跟你没有缘，那么你也改变不了他。佛陀度城东老母，东城老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如果他没有善根，即使他跟你有缘，但不是善缘，那你也改变不了他。提婆达多就是一个例子。那么他即使造了恶业，恶贯满盈，但是他有善根，跟你有善缘，你又有善巧，你就能改变他。央觉摩罗就是一个例子啊。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啊，要行菩萨道，你先不要说行菩萨道，你先解脱道。那么这个解脱道就是第一个，你先立足在你自己是慈心悲心的状态下，而且不是执着。什么叫执着呢？啊，那么《金刚经》叫做住色身相位，就是在境界上执取了。那么境界上执取就是我要帮助你，结果你还这样，由爱生恨，由慈悲生嗔恨啊。所以你本来还有心要帮他，最后。啊，连理他都不想理他，直接放弃他，还在背后诅咒他，像这种人是没有救了啊，就不可能有救了啊，神一来都救不好了，那是一种诅咒啊。那所以那个是嗔恨先引发起来的，那我们要很注意这种东西，就是你不知道这其中你结不了善缘，你还结恶缘；造不了善业，你还造恶业；起不了大悲心，还起嗔恨心。那你自己本身就被烦恼所束缚，你被烦恼所束缚，你被你的烦恼所局限，你怎么样去影响别人？就算真的影响了，那也只是贪爱啊。那这个人受你影响了，那个人不受你影响，你就觉得那个人是愚痴，那个人无可救药。那这种观念哦，要先转变。好，那你看这个国王。啊，那么他说我治不如法，治理国家有不得当的地方，不如法啊。那么当见中恕啊，希望你们都能够原谅我，如我今日身非己有。那么就像啊，现在这种状况，那么这个身体已经不是我有的，为什么？他是跟那个谁借的？跟陆祖王借的，借七天的生命让他办事的。这个我现在这个生命身心性命已经是属于陆祖王的，我是跟他借七天回去要还给他的啊，身非己有，不是我自己有的啦，不属于我的啦啊，我这条性命已经是陆祖王的啦，赠而还去啊啊，我现在要去还给陆祖王了。举国人民及诸亲戚啊，皇亲国戚以及这些人民叩头留之啊，这么好的人啊，这么好的国王啊，世界上有时候就是这样啊，最好的人啊，那么反而不容易留住啊，那一些啊比较不好的人反而长长久久在影响我们啊，有时候世界就是这样。那但是这个也是业报相，也是缘起相，基本上都是共业所感。你共业所感，你会感召一个聪明的人来领导你。那么如果没有，你就会感召一个愚痴的人来领导你。那么有慈悲心的人啊来决定事情，跟有嗔恨心的人来决定事情。那孔子就讲世间五种不吉祥啊，一种就是国家的不吉祥，就是什么没有智慧的在领导，在做决策，居上位，没有德恨的在做领导，在决定政策，啊，那一决定就影响下面很多的人，这个是国家的不吉祥，
啊，社会的不吉祥啊，闲人的人不受重用啊，那一些产区的人啊，那一些私利的人啊，那一些只着重私利的人却受到重用啊，那么有名声啊，那贤良的人却被毁谤啊，那不受重用啊，那所以这种其实讲起来也是共业所感啊，那大家共业上就是。你要先想一想，就是我们面对境界的时候，要先想一想，啊，那么就好像，如果轨道的众生会想，他进了轨道，入了轨道，轨道都是昏暗的嘛，他要先想，啊，那他因为他没有机会去看到天道那种光明光明相，他如果知道，他想为什么我们都处在这种阴暗的世界，为什么那么不公平？我出生就生在这种阴暗的世界。那个谁出生就生在那光明的世界，啊？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？一业，大家都这样，为什么？因为共业所感，一报随着正报转，所以有这样的事件是共业，共同的业形成这样，大家因为大家内心阴暗的人，内心阴暗的人，叫诡计多端的人啊，容易阴谋暗算的人，容易怀恨在心的人。容易疑惑迷茫的人，就生在比较不光明的世界。好，那我们如果感召到很多没有慈悲的人，没有智慧的人来领导我们，那我们第一个要先想，这个是不是我们的共业所感啊？那我们先要反省，我自己是不是没有慈悲，没有智慧？为什么？因为我面对这样不慈悲的人，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恨他。你也不慈悲啊！我面对这样的事情，我第一个就是执着，而且生烦恼。你也没智慧啊！你想想这个道理哦。那么，所以你现在要先在没有智慧、没有慈悲这样的状态下脱离出来，久而久之，你跟他不相应了。你才即使他没智慧没慈悲，你也能影响他；即使他没智慧没慈悲，你也不受他影响。渐渐，你的业就会招感有智慧有慈悲的人。得不孤，必有邻。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讲的不过就是这个道理啊！啊，你要好好想。所以，当我们在面对一个环境不如法、不如意。不如我意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不是先抱怨，第一个是先反省，然后把自己做好。这个也是在娑婆世界里面，《无量寿经》讲，这个世界是无恶无痛无烧。但是你正心正意斋戒一天一夜，胜过在极乐世界为善百年。讲的是这个道理，那个叫做莲花化身。清净莲花是出污泥而不染。你以这样的心，你在这样的不如意的状态。五浊恶是很难如意的啦。那最主要不如意，是因为你的业相应，你的心相应，你的缘相应。真的，你要好好想这些问题哦。你常常要想这些问题，想到佛法，我怎么样以佛法来修行？我怎么样从境界里面体会佛法？我怎么样从一切无常中体会缘起？见到缘起，体会无我，增长慈悲，增长智慧。你一定要想这一些。你看到任何一篇文章，看到任何一个经典，看到任何一个人、一件事，你都要这样想，养成习惯。真的，我不会骗你。你渐渐，你会养成几个特质。第一个，你不太容易起烦恼，起了烦恼，你马上知道，你会很冷静的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啊，那孔子说"泰山崩于前，面不改色"，因为一切都是因缘生的。那么你会很冷静地看待这个世界，很理性地观察这个世界，在很有智慧地面对这个世界，真的。那这个是一个过程哦，那你要慢慢练，慢慢练。我也这样练了，真的。啊，那你练了一阵子之后，你就知道，就是你身上会有一种别人没有的特质。这种特质就是什么？安定，然后智慧。这个你就是常常在光明之中，就是法就是光明。你有这样的光明，你有智慧，你就有光明，你就不会有无明。你会不清楚，不清楚产生疑惑，疑惑产生什么？产生执着，产生种种的这样的执取。那么越执取，
越疑惑，越疑惑越执取，然后就产生怨恨。你怎么不这样？怎么不那样？我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那样？你就一直搅在里面哦。那这样是不行的。这样你再怎么诵经、持咒、念佛、拜忏，事倍功半，甚至背道而驰，作用不大，徒劳无功啊！甚至是这样啊！所以我们要了解啊，这是道理明明白白，方法清清楚楚啊，那么你就可以真的，你一天一天一天过，别人也一天一天过，你也一天一天过。那你今天比如说这个虚魔陀网啊，虚魔网啊，又很难念啊。那么一天一天，从出生以来到他死之前，他都不妄语。你看，人家也过一生，他也过一生，但他这一生成就了斯罗波罗蜜圆满。好，那你想一想，你这一生要成就什么圆满？不要说圆满，至少及格。你要成就什么？你要想啊，那你要这样想啊。好，那么学佛就是向佛学习，这个是佛的前身，从佛的本身开始学。六度波罗蜜是不是佛的这一生而已？是佛的本身，从他发菩提心、行菩萨道开始学，所以叫做行菩萨道，不是这一生而已哦。这一生你看他修苦行、修禅定，那么持戒，然后解脱，这只是这一生。他这一生的成就，为什么他可以没有佛法、没有佛的时代可以成佛？其他的阿罗汉没有像他这样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过去生怎样怎样。所以我们行菩萨道是从佛具备了哪些德行，从他的过去生开始学。学什么？学他怎么想、怎么说、怎么做。那么尽量做到清净，就是三业清净嘛，而且慈悲跟智慧圆满啊。那么其实这个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我们往底下看。所以他说虚陀虚魔王啊，我们就讲虚魔王就好了啊。那么德还本国，智亦不失啊。那么在立这个太子为王啊，什么事都交代好了，然后举行大会，告诉人民啊，那么跟人民啊，一方面感谢，一方面忏悔啊，那么说啊，这个有治理不好的地方啊，请各位见谅。那么现在啊，我要回去，因为他已经答应，这是最后一个承诺。婆罗门是他这一生，不是，是他被抓以前的承诺，他现在要回去信守承诺。他最后一个承诺是答应谁？答应这个陆祖王，他会回来，所以他一定要遵守这个承诺啊。他会回去受死啊，所以啊，那么他就回去了。那举国人民啊，都叩头留之啊，就是希望他留下来，而且跟他讲，愿国王留意啊，慈应此国啊，就是你的心啊，要系着我们的国家。啊，就是这么多国民，这个国家需要你呀、啊，啊，那么我们会为你而死没关系，会，那么希望不要以这个陆族鬼王为忧虑。他也啊，一般的人他可能就回来的时候啊，那么就设机关啊，什么样啊，要抓这个陆族王啊，啊，那当设铁者骑兵，陆族虽神不畏之也。啊，你看这个就是一般人的概念，但是他之所以是菩萨，他斯罗波罗蜜之所以满，他不是这样想的。凡夫跟圣者从哪里开始分别？从观念啊，从观念开始分别，观念才影响行为，行为才造成结果，结果才有苦乐啊，才有染净啊，其实是这样子的。那么国王就说：“不可以这样，不得而言，不能够这样。”那么十语第一戒啊，就是诚实语，这个是啊，我们要一直
一直维护的道德规律。十以是第一件，十以升天梯，十以成十以是升天的阶梯啊。那么天人的善法里面啊，那么主要有三个，一个布施乐善好施，第二个成十以啊，第三个就是孝顺啊，主要的啊，主要的，你非常孝顺的人，非常诚实的人啊，然后非常啊乐善好施的人啊，那这个乐善好施当然这个善也包括诚实，但是诚实也会被特别被说出来啊。那么所以诚实诚实无欺啊，乐善好施啊，孝顺父母，奉事师长啊，那么基本上啊是从这个地方是升天的主要啊。那虽然我们讲这综合起来讲就是十善法了啊，但是其实就是诚实会被特别说出来。好，那所以他说十与第一界，十与升天地，十与小而大啊，就是看起来他打个妄语也没有什么事啊，但是其实它影响很大啊。那看起来，因为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就是语言，我们最容易忽略的是语言，我们会觉得啊，就我只是无心说的，我只是随口说的啊，就讲这样也不会怎么样啊。但其实它会影响很大。你看，利刀割人啊，就是你用那个利刃很利的刀子割人，那个伤口很容易就复合了，复合你就忘记了啊。那么恶语伤人恨难消啊，那利刀割人体愈合啊，恶语伤人恨难消。那个恨啊，记了30年都不会忘记，啊，也都不会啊。那么，所以你要了解语言，其实是很有力量的，啊。所以很多人自杀，有时候是因为受不了别人一句话，受不了别人的话啊。那么这些语言，那一个语言有时候导致两国的战争，啊。那很多人其实自己本身对语言，我们会发现到。我们起以妄语，恶口两舌的时候，我们不觉得啊，就讲一话而已啊，闲聊而已啊，啊，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威德力。可是我们面对别人的恶口妄语的时候，我们又受伤害很深。你看我会这样，就是我们在讲的时候，我们在造作妄语恶口的时候，我们不觉得这有什么。我也不过讲一讲而已，但是我们在听到别人讲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非常的在意，久久不能出去。所以它是一个很奇怪的，就是说，同样是，比如说同样是妄语，同样是恶口，我们不太能忍受别人，我跟你这么好，你还欺骗我。可是我们自己不认为，啊，我就讲。就是讲一个妄语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就是说我们在语言这一件事上对自己来讲是小事，但是如果是别人对我们那就是大事。你看哦，真的是这样子哦，就是我们讲别人我们不觉得是大事，可是我们被别人讲我们就是觉得这是天大的事。但你现在要转过来，就是我们讲别人这是一件天大的事，可是我们被别人讲啊，那是他的烦恼，这是一件小事。你把它转过来就好修行嘛。真的，我们在语言上，我们在语业口业这个地方，语言上我们被绑住的太多了啊。那所以他这里讲什么，这里讲十与小而大啊。那么这个看起来没什么啊，我就是诚实而已嘛，看起来没什么事，其实你坚持一生你就不得了。不要说坚持一生了，你能够坚持10年以上，基本上它就形成一种很强有力的习惯。30年大概就不退转了，你大概不容易再犯了。啊，所以常常讲啊，就是从3个月然后做到1年，从1年做到3年，3年做到10年，10年做到30年，30年以上应该就不退转了。应该了，因为它已经是形成一种强而有力的习惯。失落就是好习惯而已嘛，失落就是好习惯，因为有失落，你才有波罗提木叉，别解脱。
气是这样的。那这个都来自于日常中的什么毗尼？毗尼是什么？调伏啊，调伏就是有烦恼的时候，没有的时候你能够预防；有烦恼的时候你能够调伏啊。那么其实它就是这个样子而已。好，我们这样子一下看：时与小而大，妄语入地狱啊。那么有些妄语，大妄语会入地狱啊。那并不是所有的妄语都会入地狱啊，没有啊。那么因为你妄语习惯了啊，所以你什么话都敢讲，什么鬼话骗话你都敢说啊。例如说我们看世间的人这么离谱，连你自己都不相信了，你还说出来叫别人相信，真的有时候我会觉得什么鬼话你都敢讲，但是我们又觉得众生什么鬼话你都信啊。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先要养成这种习惯，因为你不容易被骗，就是你也从来不去骗人，但不代表你不去骗人就不会被别人骗。当然是重点不是你有没有被别人骗，是你有没有去骗人。久了久了，你也跟他没有缘，跟他没有。蜜蜂跟蝴蝶会飞在一块，但蜜蜂跟苍蝇绝对不会飞在一块。蜜蜂再怎么飞，因为两只长得一样嘛，蜜蜂跟苍蝇其实长得一样。蜜蜂再怎么飞，不会飞到苍蝇堆里面。苍蝇再怎么飞，不会飞到蜜蜂这边来，为什么？啊，因为它基本上，它就是同类，同业同业。《阿含经》里面也有讲啊，喜欢修禅定的，就跟着什么？就跟着这个，跟着这个目犍连，啊，重智慧的就跟着舍利弗，喜欢说法的跟着富罗那，比较慈悲心的啊，就跟着阿难，啊，那么喜欢论义的就跟着迦瞻眼啊。那不同的人，他不同的缘，不同的业会相聚啊。就众生与戒聚啊，不同的戒，那一样嘛。我们在欲界都是着重无欲的，在色界无色界，它是不同的类。那欲界里面又有贤又有善，佛教界信佛的人一样，你怎么跑也不会跑到教堂里面去拜佛啊啊。那你就比较。你会认识那些信佛教、信基督教的，但是你要做功课，绝对是跟佛教的一起做嘛，一样。所以你在这个世间哦，你在这个世间，假设比如说啊，你就诚实于你以后渐渐，你现在遇到的是你过去的业招感的，过去的缘相应的，现在你的心转变了，你的业开始转变，你的缘开始转变。你以前喜欢喝酒，常常会遇到喝酒的人。你会去找他，他会来找你。渐渐的，你不喝酒了，你持五戒不喝酒了，你会遇到信佛的人啊。他要受八关斋戒，他要受菩萨戒，他要去参加法会，他会找你。渐渐的，那么偶尔还有喝酒的人来找你，那是你过去的缘。所以现在我们改变了之后，慢慢，你那个妄语的人不容易跟你相应，不会骗到你，也不会来骗你。这个我们要相信，这个心缘生的东西嘛，啊，所以一切都是无常有为性。现在的状况不是会一直持续，要看你的业有没有相续，看你的缘有没有相续，它状况才会一直持续。那你的业、你的缘都跟你的心有关，所以心是一切法的主导。这个我们要知道，就是你要想这些道理，真的，你真的明白了，你在看什么经？那个都是让你更明白而已，啊，那么其实讲的道理都一样。你即使在不看经的状态，你看着世间的现象，它就是一本经。这个里面都在讲《阿含经》《大智度论》《般若经》讲的道理。那么你看了之后，你这个道理就在你的心里面转，就好像你听到声音。你的心里面那个道理就在转，那个法轮就在转一样。所以空中为什么会有无常、苦空、无我之音？鸟声、水声、风声为什么都是五根、五力、七觉之八正道？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哦。真的，你要好好想啊，你不要从这个文字上去想啊。它基本上，它这个其实就是在讲这个道理的。好，我们这样底下看。啊，他这个你看，
国王的心跟这一些人民的心就是不一样，所以他会做国王啊。那么，而且他有这样的果报，他未来会成佛啊。那么，国王就说啊，不可以这样啊，因为要诚实语啊，诚实语是非常重要的啊。那么，我现在啊，信守这个实语，就承诺诚实语，您弃身受命啊，您弃舍生命。心无有悔恨啊，那即使失去生命，我也要守住我的承诺。他最后一个承诺是对陆祖王的承诺啊，其实是这样，他这一生啊都没有违背过承诺啊。那么这个其实是很厉害的啊。有时候我看到这个，我都会想，那么我这一生有没有我信守的东西呢？啊，如果我整体想一想，大概就是啊，我出家学佛这个不会一直到死，到其他的好像比较大的德恨好像也没那么厉害啊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都不犯了啊。大概就是啊，我们出家到死啊，那么对佛法、对佛教信佛陀的这样的信心不动摇啊，或是说那么不会退失之外，其他的好像啊，比如说这些德恨啊。妄语两舌这一些奇异恶口，好像我们也没有办法啊，就是做到都可以啊。那我们先不要讲，我们还没学佛以前，就学佛之后，你看央觉摩罗，央觉摩罗以前是嗔恨心很强的，但是他自从跟着佛陀出家以后，没有起过一念嗔恨心。那个时候他还没证阿罗汉，还没有啊。他自从跟放下这个屠刀。啊，那么跟佛出家之后，没有起过一念嗔恨心，一直到他证阿罗汉，那更不会有嗔恨心了。那这个也厉害哦，这个也厉害，啊，所以说他一旦目标，一旦立下志愿，他就从不改变，啊，所以这个叫做发愿。那发愿要坚持，要相续，坚持相续，啊，那么要非常的确定，啊，那这个愿一直作为你的引导。比如说你要持戒，你要施罗波罗蜜满，那么这个就是无论如何你就是要持戒啊。那就是说，比如说你发心要舍身外之物，那么无论如何不管什么东西你就是要舍啊。你先不要说什么别人的那种，那么妻子儿女那个不能舍，那个是那个不属于你的。好，那么但是在菩萨道里面也都能舍啊。那但是最重要就是啊，你如果发愿了你就要去做，但是不是每一次你都可以圆满完成啊。这个过程我也做过啊，发过几次愿，那么有时候坚持不了几年，太多境界了，坚持不了啊，真的是坚持不了，没有办法圆满啊。那会有很多原因让你不能圆满啊，甚至不是不圆满，根本就退转啊，以后就不再做了啊。那么这个我们啊，有时候发愿啊，这个恶事比如说不杀生啊，从今日起以后不再做忏悔，以后不再做啊。但是当你善事受到挫折的时候，你也会发现以后我不再帮人了，以后我不再做了，那这个是错的，这个是错的啊。那不可以发这种恶愿啊，只是说我要怎么做，你要想到不是善事绝对不能不做，修行绝对不能不做，布施持戒忍辱绝对不能不做，但是只是要怎么做比较好，在我这个状态下我要怎么做会比较好，对我没有伤害啊，那我比较不会痛苦，只是这样而已，不，没有做不做的问题，只有怎么做比较好的问题。做是一定要做，包括修行也一样，你在修行上啊，不管在团体、在个人、在身体、在种种状况下遇到障碍了，绝对不要退道心啊，那么绝对不要退菩提心，绝对不要退出离心，啊，绝对不要退真上圣心，你只是要改变，改变方法就好。我要绝对没有要不要做的问题，一定要做，肯定要做，啊，这个没有退路，啊，比如说修行这一条没有退路，不修行会更糟。短暂看起来好像好，以后会更糟糕，因为你不晓得，你对世间不理解，你对怎么自在生活在这个世间。你不清楚，你一定会痛苦，而且你在无知的状态下，你造很多业都会导致你未来的痛苦，短暂的好会让你换来长期的痛苦。
所以你一定这一条路你要发愿，就是你那个心不能退转，你养成习惯坚持，所以它圆满它就不退转了。为什么六度波罗蜜圆满之后到了七地得无生法忍，无生法忍就是不退转，为什么啊？你要想这个道理啊，因为他每一件事他在布施上不退转，他在持戒上不退转，他在忍辱上不退转，一直到他般若上不退转，他当然不退转啊。他不是一天不退转啊，他一生不退转啊。他不是一生不退转啊，他生生世世不退转啊。他肯定可以证得阿毗跋致嘛。那你小小事啊，你都不能坚持，你三天发心，两天就退转了、啊，那你哪有办法？所以有，但是我们不太可能每一件事都这么厉害、啊，所以你一定要渐渐增强自己的能力。那但是那个愿力也要增强，在你能力增强的时候，你的愿力就会增强；你的愿力增强的时候，你的心力就会增强。一切都从信心开始，信心有的时候就会有精进，然后开始慢慢那个因缘，心会导致的因缘不一样，因为你要修法的因缘，你的菩提心因缘会感召很多同类的，渐渐，你周遭都是这些菩提心坚固的人。都是慈悲圆满，就是慈悲充满的人，都是智慧充满的人，渐渐就这样。真的，你要好好，你要相信，而且你要这样去做，你就会体会到，你就会体会到。那么开始很多人不请自来，他会帮忙你，他会维护你啊，那么他会护念你，诸佛菩萨之所护念，真的啊。那么你开始就会觉得不一样。那这个是一个过程啊，但是你要坚持，你首先要先克服你自己的烦恼啊。我们用世间的比喻来讲，你是一朵花，你尽量把它开得漂亮芬芳，那么你不用去立招牌，不用去找仓，不用去找这个蜜蜂蝴蝶，它自然会飞过来为你授粉，把你的理念带到更远的地方啊，把你的种子啊，就是你的愿心，带到又产下一个新的种子，啊，其实是这样的，菩萨也是这样，观音法门、地藏法门，要是都是这样，他感召了这些人信奉他的法，把他的这种理念传播到每一个地方，那么很多人拥护他，很多人礼敬他，这个就是维摩诘的啊，婆罗门中尊，刹帝利刹帝利中尊，他站在哪里，他就影响哪里的人。他们影响哪些人，他就在转正法轮，他就说佛陀的法，影响这些人，让这些人智慧提升，让这些人慈悲充满，让这一些人持戒布施忍辱清净禅定智慧。那么你先要做这种人，你先要不退转，要有那个愿。好，我们再往底下看啊，所以啊，弃舍生命，心无有悔恨，如是思维啊，这样说了想了。做了之后，国王啊，即发去啊，就是出发去到哪里？去到鹿竹王那个地方。鹿竹遥见，欢喜而言。这鹿竹王远远看到这个国王来了啊，须魔王来了啊，须陀须魔王啊。那么看到这个须魔王来了啊，就欢喜。奴是食语的，你是诚食语的人啊，不失信要。那么底下的注解啊，就守信用了，实践诺言的人啊，那就是要啊，就是你说出来了，你就做得到啊，那个叫做不失信要。一切人皆惜生命，所有的人都爱惜生命，你从死得脱，你本来可以不死啊，为什么啊？他就躲起来就好了啊。那么还来复信啊，因为信。还回来啊，就是复信。你回来啊，那么是为了要啊，信守你的承诺啊。奴是大人啊，那大人就是啊，比较有力量的人啊，有道德的人。尔时须陀须摩王赞食语，食语是为人，非食语非人啊。他说。这个他开始赞叹这个食语，因为他一生奉献的一生奉信的，就是奉持那么依之而行的，就是要诚实诚实语
啊，这是我见到有一个居士也是，啊，那么他就是，其他的他还不太重视，他就是非常重视诚实语，他身上有三个特质啊，真的就是天人的特质，喜欢布施，非常诚实，非常孝顺，即使他的父母对他并不好，啊，而且很明显的偏心，而且就是好的都没有留给他，坏的都是叫他做。事情叫他做，但是他好的没留给他，但是他还是非常孝顺他的父母，感恩他的父母。在他父母啊受难的时候啊，就是他母亲受难的时候，他还是回去照顾他母亲。即使啊那些好的都他兄弟姐妹拿走了，但是他还是非常孝顺他母亲。我看到这种人，其实是我觉得怎么他的个性跟那你的父母这样对你。你没有抱怨他就已经很厉害了，啊，那些分了财产、分很多财产的兄弟姐妹，个个都是有事吗？那么就只有你这个没有分到的回去照顾他，啊，你回去照顾，因为父母亲生病难免会飘脾气嘛，他还责怪你，你也都没有怨言，好厉害，这个实在是厉害，我也做不到，老实讲，哇，这个天真的是天人的个性下来的。啊，那其实他有那种习惯性，而且他非常重承诺。他比如说他答应啊，好，我这个事情做完之后啊，如果怎样啊，我就会怎么样。所以他隔天马上就打电话来啊，这个师父，我答应你的事吼，我心里面很不安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如果发生什么事，我不能信守承诺，那我先跟你讲。假设我活到那个时候，那这次还算；如果我不到那个时候，那这件事就不算了。我说好好好好，你看那么在意，他很怕不能信守承诺，我就觉得，啊，这个人值得我学习，啊，太信守承诺了。那又不是你的原因，那不得已的嘛。可是即使不得已，他也要讲清楚，因为他会有挂碍，他不是认为你会怪他。但是他心里面自己会有挂碍，哦，就觉得哇，这个不容易呢，啊，这个不容易啊，真的好。那其实我就觉得那种习惯性啊，真的就是习惯，像这个虚魔王也是啊，他就是一个习惯性。那我们也要养成这种习惯性，啊，所以就善性嘛，啊，这个斯罗他就是善性嘛，好的习惯性。那所以啊，这个赞叹这个实语啊，他说实语是为人，真正的人就是要诚实语。那么常常不诚实语的人，其实啊，那么并不是真实的啊，这个人啊，如是种种赞赏赞实语，就赞叹了。印度人很会赞叹嘛，赞叹实语，呵责妄语啊，妄语就虚妄的啊，不诚实的、不实的语。鹿族闻之啊，这个鹿族网听到啊，这个罗刹飞行罗刹鹿族网听到了，信心清净，与须陀须摩王跟这个须摩王说：“奴好说此，奴好说此，金香放舍啊。那么你所说的是非常好的啊，就是你此说好了。”啊，奴好说此，你这样的说是你这样的观念、这样的说法是非常好的，我也很认同，啊，非常的赞叹你。现在把你放回去，金香放舍。那么你既然放你了，其他的99个国王一样都放，啊，一样都放，随意各还本国。啊，你看他一个人，他也没有说要拯救那些国王，但是无意中就拯救了其他的国王，啊，那么其实是这样啊，所以如是于百王各得还去啊，加他就100个了，啊，如是等种种本身中相，就是菩萨的过去生，所以为什么要行菩萨道？啊，菩萨道怎么做？释迦牟尼佛过去生。还没有成佛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做菩萨的时候他是怎么做？那这个是最圆满的来做，我们一开始没有办法这样，老实说。
但是你要把它当成一个目标啊，那一点一点的做啊，一件一件的做啊，一天一天的做啊，一生一生的做啊。那么所以要三大真七解啊，要百劫修相好嘞啊。你看，所以它不是一天一夜的，它是你要养成习惯。你就是我就说嘛，你比如说你发愿，先发个愿，我七天里面不忘你，我告诉你就不容易了，不然你试试看啊，你就会到第六天，第六天或第七天就有一个不得不说妄语的情境会出现，那个时候你就会挣扎了。真的，我这个我常有经验的啊，那个时候你就会挣扎，到底要不要？可是已经什么哪一天不来，不然你第一天来也好，你第七天我都要圆满了，你才来给我这个情境。我不说妄语会伤害人，我说了妄语又会伤害我的誓言，就会有这种情境哦。真的，但不一定会有，但有可能会有啊，真的啊，因为我有经验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叫怎么样衡量很远，就是那你说这个，所以有时候那没关系，你说啊，这个时候你要看那个权衡轻重啊，那个伤害性大还是小。那如果是会伤害自己的，那么跟伤害别人的，那你还要权衡轻重，或是会伤害父母的，那你不得不妄语，或是你就不要说，但是不说又不行，但那个情境就会让你这样。所以有时候你不要小看这种，那你有时候不能完成你的诺言，有时候是你的业报，你的福报不足，你的因缘不好，还有你的智慧还不具足，你不知道怎么应对。真的，那你就是从这个地方慢慢学习，慢慢学习。有一天，你也不要急着说一定要，但有一天你就一定会完成。那么这一次第七天失败，好，那下一次五天、三天啊，三天成功了，五天，五天成功了，七天，七天成功了，一个月，一个月成功了，三个月，三个月成功了，一年，你就试试，就请，就是循序渐进。其实菩萨道是这样修来的。啊，也不是说哦，你发愿然后就都可以完成。我告诉你，除非你的福报很好了，就好像你要修行，哇，很多人赞叹。那你要修行，就给你时间，给你地方，给你方法，你好好修行，那你成佛了，解脱了，没有那样，会有各种境界，各种障碍。那你要不断的克服，一一的克服，一一的圆满，圆满所有的缺憾，弥补所有的不足，啊，就是这样，你渐渐成长的。就菩萨道很久，就解脱道也没那么容易了，不要说菩萨道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在透过这个故事啦，其实所有的故事都是要启发你的智慧的，真的。然后这些智慧都是要引导你的修行的，这个修行都是要增长你的功德的，其实是这样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，大家合掌回向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